感じたの今日は每一朵扎西曲子里还插个粒粒，粒粒在那儿了。不要嘛，我抱了你这个毛病。给他姐姐的，好好。
跳舞的人也暂时不是很多，他有些听到自己喜欢的曲子在跳。云走啊，是哪个？这个是谁？哎，你刚刚回来吗？今天才回来吗？啊？今天才回来吗？昨天就回来了。哦，好久没看到人了。我就说有点儿熟悉，哦，玲玲，玲玲来了，是的。Hello，Hello。他们三个在一起，三个，他们三个随时在一起，三种颜色，三种颜色，三个。出来了。哦，不知道，没注意，因为抖音一般都直播比较少，今天没怎么看。很少，跳一会儿就走了。他有些部分，佳佳有些舞蹈部分。
Yeah.
可能30多度左右。他们跳舞的噻，我就是。哎。Hello。合适吧？那他帮你录，他给你合适。这够不够？好，就这一个。三个一直在一起。我前面以为他是以前的舞，然后我就很。你把衣服穿上。好好好，谢谢。真是讨厌他。
흩어져 가는 일일 보여야
是吧？南京的。大家又走了吗？是不是跳几圈就走了？我以为跳了很多。我松，我松，我跳了很好。Thank you.
哦，去正康街上班了。哪趟去的？哪趟？8:40。嘟嘟嘟。就这个了，就这个。8:45，这种就有，这种就有，别，这都是，那不用不用，谢谢，谢谢给你，啊，17，好，谢谢。
样子了，我都没看出来。啊！阿布阿布在后面，出去没来嘛？十七号的一个八通路，你们是不是没认出来？十七，其实脚短，发现这头发剪短一点。瑶瑶和丽丽都没来，今天上班。丽丽明天来，明天才来。丽丽会把我带偏了。8:50。
阿布本来就是团员，他们成员。跳的比较那个，跳的好轻。等一下，怎么？你两个要回去开会了啊？等一会儿我，等一会儿啊，九点钟。对，九点钟开会。怎么？哎，等会儿我也回来，我回去。啊？给你送那个吧。等一下吗？他还没过来呀。花吗？对啊，还有那个吃的，一大堆。我先走了。好了，等会儿你过来嘛。好，等会儿过来哈。等一下过来吗？我们肯定要开到十一点多。不回来吗？对，不回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问他到没有？九点钟，他应该九点钟，我叫他过来。哇，对啊，我就说了嘛。我问一下他哦。等一下，那一瞬间如果到了的话，你就跑过来嘛，把那个摄像头关了，过来。推迟到明天，推迟就好吧。推迟了，那就好。等一下，那就不用打电话了。推迟明天好。哎，怎么吃这个收了还是没问题啊？如果他没问题，他说查。那我再打电话问一下，看出发没有？看一下，应该出发了吧？开什么会啊？十一点了。你到了，要到了吗？这个准备好。哦，搞屋子啊，好，那就等会儿你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再给十分钟再说嘛，好，拜拜，先送小的，然后再送老大的。我脸啊，我这再等十分钟差不多。这边跳金刚舞了吧？那个就比较长哦。对，经济不用，他现在已经取消了，不开会了，不开会了。他不开会了，等会儿就在这里，就在这儿。他和蓝宝宝他们都在这儿。在五十号，马上到了。Yeah.
对。帮我送嘛，送嘛，哪个哪个？就送那个，你给我送吧。啊，你给我送，送过去啊。是哪一个？你给我送吧，十七。穿那个，穿那个。没关系，等等我走吧。对的，穿那个也有在过那个。三三块两。下面那个没有。对对对对，就是。十七的。十七的。嘟嘟嘟嘟。你放放中间嘛。七，你就不能来。是个金刚舞啊，跳金刚舞。我这几个小朋友以后也长胖了。哎，就是他没跳那个舞。有一点点吧。徐峥应该在上班哦，看不来。Yeah.
放继续放继续跳呗，几分钟给点27来放一次。可以。再叫十个嘛。你穿嘛。我都没有假的。如果王晶一个人掉，后头陪两个女的。
下次跟他们两个女的比个男的看。啊。下次两个，往前配两个男的吧。哦，他穿插也好看噻。你看他往进来跳的时候，女的后等的时候，好刮，闪的时候刮不刮你说？这舞台效果了。如果是换成要是打那个是新加坡那个是哪里？新加坡的，两个都是新加坡的吧？哎，他一个人送。啊，十七也是吧？十七是另外的，是韩国的。哦，十七韩国，说那条新加坡。嗯，对。所以这个是，个缘分。你来帮我们推出去了。你将将来那天还在的时候问我，在这边。现在每年还是干的这个啊，我吃这一回。现在所以这个等于就是个缘分，你成了这个专业组织，你比云峰都超过云峰了。云峰超贵了是吗？嗯，贵了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是有车子去了。没有，要去了三个车子哦，三个车。对的，嗯。第二天给我们建议就是女舞就可能就是在家里把灯灯拍起来，在家里个女的在外头又在穿啥，就画面感好强烈。对，他说一下，这边有灯了，我们送的是有灯的东西，是送了有灯的。妮妮还有这个是卓玛出，现在我喊他们以后说话都要加灯了。加灯那些，新加坡的网友，哈哈，不客气。新加坡送的，都是新加坡一个人送的，送了两份，他是第三次送了，好像是。都是同一个人吗？好像是吧，他说是第，他那边有留言嘛，上面有留言。不用再送了，帮我转告他，没事，他的心意我收到了，不要让他破费了。没事，谢谢了。没事，对他们都无所谓。谢谢。里面有糖果那些，有巧克力，我买了很多。四川人说不定，我们昨天那个啥子，五家没来。这个300块钱一个的，就300块钱一个的，三百块钱。嗯，对。这个是三百。这个你说是哪个是新加坡的？新加坡的，你看。十七是新加坡的吗？十七是。好了，不客气。这个十七是那个韩国的。啊，十七韩国的，是十七韩国的。丽丽明天也是韩国，丽丽明天要送。丽丽的，明天还有，那丽丽明天又有吗？哎，没有，本来今天要送的，但是他今天不上班嘛。哦，要上班，嗯，不行。李哥，需不需要你旁边？等会儿，马上就休息了，走吧。知道，这边都收完了，基本上。等一下，我看看，我刚刚那个相机不知道有好像没撇，我不知道没有撇是好久。不是，我这个相机，我那个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我没按开始，我只好就是把那个